精绣，穿花纳锦，描龙刺凤。透过眼前这华美的精绣，我们仿佛看见历史的针脚。精绣是燕京八绝之一，历史上用于供奉宫廷亲贵，以用料讲究、豪华富丽著称，是过去皇家的面子。精绣形成于明清，融合各家绣法之所长。皇家血统使精绣用材极尽奢华，绣线除了有蚕丝制成的绒线，还有金银垂帛捻成的金线，千丝万缕之间透露着皇家气派。中国人讲究个好彩头，皇室更是如此。精绣多以各类祥瑞图案为主题，比如龙凤、珍禽异兽、花卉吉福等纹样，用色与图案一样富有象征性，每一种颜色都有不同的寓意。黄色代表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，红色代表喜庆与吉祥，蓝色则是高雅尊贵的象征，选色丰富多彩，配色又浑然一体。精绣绘出了北京城独有的文化与技艺，一针一线流露出了中国古代的匠人精神。